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，曾让人魂绕梦牵，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，也藏着万丈深渊。多少人为了它就此长眠，却不能闭上双眼。那是谁登上高高山顶，让传说继续流传。一段段，一步步，越来越近，却咫尺天涯。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遍又一遍，什么都没变。你以为这究竟是个传说，相信的人并不多。你可见过雪山洁白巍峨，却闪耀金色的诱惑。聪明的，愚笨的，善良的人，还有你熟悉的人，在山坡，在悬崖，在山顶深渊，脚下有一面清清湖水，传说中在那深深湖底沉睡着古老的人。